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说拜登政府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动用国会批准啊给乌克兰的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了，要留下大笔的资金交给川普来决定。美国高级官员讲说，拜登政府目前还有超过65亿美元的调拨的权限，允许啊国防部从库存中向乌克兰转移武器和装备。要把这件事要完成，那美国需要每天运送价值超过 1.1 亿美元的武器，也就是在12月和1月间要完成30多亿美元的武器的抢运，才能到最后的时间把这笔钱花完。结果这位高级官员讲，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运不出去，那最后就要把一半甚至是更多的钱留给下一任政府了。这事儿绝对得骂这老登子啊，你早干嘛去了？原来说你给国会都不批钱或者怎么样，结果后来人家批了，610亿不是给了吗？结果你又磨磨蹭蹭，前一阵给2亿呀，给3亿呀，现在结果最后了，知道还剩不到俩月了，紧赶慢赶想往外弄，现在发都发不出去，你这老登子怎么回事？你最后抢运，最后根本不具备了一个运送的能力。